侄儿与他势不两立，请叔父下令杀王东吴，砍掉孙权的脑袞。侄儿，我对不住叔父。叔父，请陛下节哀，大仇未报，不可自摧龙体呀。 能不伤痛吗？想想虎牢关，想想当阳桥，再想想涿郡那一片桃源，我的心。 被摘走了，陛下。
陛下，你一定要替我父亲报仇啊！此仇当然要报。先前云长被吴贼所害，今日反将张达又携翼德首级投降东吴，他孙权折我两臂，我恨不得啖其肉灭其族。秦宓，陛下，朕令你即刻起草伐吴檄文。陛下，臣叩请陛下三思。你要抗旨吗？禀陛下，吴贼虽成奸诡之计，只有荆州父王，但篡汉窃鼎者罪由曹魏，魏贼若除，东吴自然望风归降，大汉江山即可重见天日。盼陛下以社稷为重，先伐魏，后屠吴，如此大业必成，天下幸甚。又是这话，朕今天告诉你，魏强吴弱，要成大业必伐吴，要报仇雪恨也必伐吴。朕心意已决，休要再见。陛下，孙氏据江东已立三世，根基巩固，当年曹操率83万大军南征也落得折戟沉沙，陛下若意气用事，臣担心会重蹈曹操覆辙呀。陛下，来人，在，将此人推出斩首。陛下，臣虽死无恨，但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啊。陛下，陛下，秦宓虽然言语冒失，但他可是一片忠心呐。子龙，勿要再替此人说情。陛下，请恕秦宓死罪，臣愿你写伐吴檄文。不劳丞相了，朕亲自撰写伐吴檄文。至于秦宓，暂且押入牢中，待朕伐吴归来再行伐落。今日起，谁要再阻我伐吴，那便是视我为敌。遵旨。遵旨。是，丞相，我将听说陛下下了一道诏令，封李严为尚书令，黄权为蜀郡太守。我看您是快被要架空了。魏延，你这是在挑拨君臣关系。末将不敢。丞相，现在朝中流言暗传，说陛下想让李严取代你的位置。你的耳朵为何总听这些乌七八糟的流言？
魏延呐，你的上将是陛下敕令的，你除了对主公忠心效命之外，不该再有其他妄自猜想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陛下真的着李延为相，那又未尝不可。我们身在川蜀，就当要依重蜀中才俊。丞相，魏延虽然言过，可他也是为丞相担忧啊。马苏啊，替我拟一道奏表，我要向陛下请罪。丞相，你有何罪啊？你就说陛下伐吴乃顺天讨逆，但臣下愚钝，未能体会陛下用心，吕家劝阻，臣追悔莫及，请陛下降罪。知道了，在下即刻拟奏。我要抚琴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诺，诺。大军进入吴境之后，每驻一地，你都要把四周山川地形画图，并与敌军情况等星夜送往成都报与我看，切不可耽误。遵命。丞相，你觉得此次大军东征胜负吉凶如何？不必多虑，好生辅佐陛下便是。既探报，刘备御驾亲征，八月初八日，蜀军已经出川。报，到底是来了。看来诸葛亮也没能阻止刘备。不过这些，都在姑的意料当中。多少兵马？水陆大军共约七十万。七十万？刘备出倾国之兵啊，看来这回他也是拼上老本了。德蒙在大堂听政。诺。刘备除率川蜀大军外，另有蛮王沙摩柯的五万番军，并洞悉汉将杜陆、刘宁的两支人马，水陆并进，车船双行。截至昨日，其水军已出乌口，战绩已逼近秭归。列位，
东吴应如何迎敌？主公，此次刘备千里东征，晋军如此神速，实则是想速战速决。我军应该想方设法迟滞刘备，以待时变。子瑜，有何良策？刘备因张飞之死，痛恨范江、张达二人，此次东征的名目之一，就是要替其三弟复仇。主公，你可将此二人交与刘备，开城言和，罢兵休战。这个法子倒是可行之，但恐济不了大事。古太了解刘备这个人，他既然来了，便是来者不善。我军必须立足一战，战方能言和，不能战，和也是屈辱之和。乞求得来的和平，跟投降也差不了多少。主公明鉴，在下也以为吴军必须拼力一战，先让刘备吃些苦头，待战事焦灼不下，刘备的粮草渐尽时，方能遣使言和。德谋之言是也。现在刘备大军直逼秭归，而秭归又是东吴的门户，绝不可失。列位，有谁敢率兵前往秭归迎战刘备？主公，承某愿望。老将军饱经沙场，功勋卓著，可是年事已高，今非昔比。我看应该让后辈清军们建功了。有谁愿意前往？当年曹操率83万大军来此，周瑜和鲁肃只用了5万精锐就杀他个落花流水。可惜公瑾并天，自尽勇士，东吴后继无人，竟要逼得我拱手称臣了。周瑜鲁肃之后，更有末将孙桓。禀主公，臣职虽年轻，但自幼饱习兵书，臣曾多次随周瑜大都督征战沙场，臣愿领5万精兵迎战刘备，若不胜，甘当受罚。好，孙桓，封你为镇西左都督，朱然为镇西右都督，并拨你们精兵5万，前往秭归迎战刘备。领命，领命。听着，我不指望你们能够击败刘备大军，我只要你们在秭归坚守1个月，等刘备兵锋已衰，那时我就可以逼他言和。记住，1个月之内坚守秭归，绝不可失。切记。诺诺。陛下，东吴特使程秉奉孙权之命前来见驾。叫进来。遵命，请。我吴侯给刘皇叔请安。
接着说。在下奉吴侯之命前来请求皇叔罢兵议和，此行吴侯给皇叔带来了两件礼物。什么礼物？皇叔的仇人，杀害义德将军的叛贼范将张达。听令，拿下来使，与范将张达一同斩首，以祭奠武帝义德在天之灵。诺。陛下，忽有成立，两军相战，不斩来使。我对孙权之恨超越古今，今日我偏要斩使侍卫。退下，斩。诺。皇叔饶命啊！皇叔饶命！皇叔饶命啊！皇叔饶命啊！列位都看到了吗？尚未交战，孙权已畏惧三分。子规城是东吴的门户，此城一破，东吴门户洞开，我军便可车船并进。张苞、关兴，听令。在。命你二位直奔子规，三日之内攻取子规城。遵命。Yeah!
万兵马已经冲进城来，来不及了。是啊，将军，来不及了。主公令我坚守一月，开战才三个时辰，我就把子规给丢了，我有何面目再见主公？我将军，将军，使不得。如果将军自刎，军心一定会大乱，赶紧呈出子规吧。是的。来人，在护送将军离开。诺，快，将军。仅仅两日，我军就深入吴境200里，可谓进展神速。子规城这一破，京城吕定的吴军定不能持久。臣料想，入冬以前，陛下就可以进入荆州了。张邦，听说是你第一个杀入城中的。末将率5000甲士率先攻破东关。好。我知之勇，不下于乃父。传命，嘉奖你部兵士，每人赏肉2斤，赏酒2斤。校尉以上者，另外论功行赏。谢陛下。兴城、吕定两处，就交给关兴了。哎，关兴人呢？哼，陛下，关将军听说张将军建功，早就急不可待了。此刻已经率本部兵马出发了。朕还没有下令，他就急不可待了。好，虎父无犬子，朕。这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？禀陛下，好像是大禹。大禹？大禹祠的门板你们也敢烧啊？真是无所敬畏了。现在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咱们蜀国的，你们说说，有谁会拆了自家的门板当柴烧？末将知罪。把门板装上。诺。装上。马良。陛下。这倒提醒了朕，从现在起，我军每攻下一座城池，都要视如属地，所有的寺庙民宅不可擅入，所有的庶民牛马田亩赋税都要造册登记，还有当地的政令典律也都要按照蜀律重新颁布。诺。孙桓兵败，子规失守，荆州门户洞开。确实，我曾命他们二人坚守，坚守怎会如此坚守城池？我命孙桓坚守城池一个月，居然激战了三个时辰就失守，还折损了上万兵士。主公，子规失守的消息已不胫而走，就连江东境地的建康、界口等城也相继发生混乱，百姓们把蜀军传得神乎其神，
士绅转运家财，百姓争相嫁女，城中甚至出现了抢新郎的咄咄怪事。主公刚刚接到的军报，恐怕又是战败的军报吧。不妨事，念给大家听听，大声念。蜀军右前锋关兴率军10000攻陷兴城，守城将军令狐明稳境自杀，兴城将士大部阵亡，蜀军军纪严明，攻占城池后严禁烧杀抢掠，并派官员接掌衙署，核查田土、子民、牛马、税赋，并立即废除东吴的政令。够了！你们知道刘备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那是因为他已经把吴地看作蜀地，把吴中的百姓看作蜀国的子民了。现在你们看到了吗？刘备到此不是为了报仇，而是为了鲸吞江东河山，为了一统天下而来的。你来了。是的，母亲，女儿来了。她的兵马已攻破子规城，正向东吴内地进发。她是谁？蜀主刘备。女儿早已经忘记这个人了。你真的忘了自己的夫君吗？他应该已经62岁了，都不知道老成什么样子。刘备亲自率70000大军征吴，3个时辰就破了子规，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该杀到建业了。东吴亡国时，你们夫妻俩却可以重逢。女儿啊，你高兴吗？母亲，女儿，帮你哥哥一回吧，也是救救江东的百姓啊。母亲，女儿要怎么做才能救江东百姓呢？回到刘备身边去，夫妻团聚。妹妹，你是一副温良之药，可灭刘备心中仇恨之火。你不愿意吗？
是我弃他而去，如今我又有什么颜面见他呢？你跟我说过，他十分的疼爱你，母亲知道，你也依然眷恋着他。人呐，什么都好抛弃，唯有情感难断。是哥哥无能，哥哥愧对先父先兄的在天之灵，我在令土两侧。哥哥，把我送给刘备吧。妹妹，为兄和江东拜行，拜谢你了。孙权百拜刘皇叔，云长之梦皆因吕蒙与其不睦，故擅自兴兵竟成水火。今吕蒙已亡，冤仇当息，至于义德蒙难，则是贵部叛将所为。权已将张达范将奉上，以示哀痛，天下皆知陛下志在兴汉，今陛下志曹魏不问，反欲伐吴，且为陛下不取。吾妹多年思归，君也未忘旧情，为天下计，权愿将吾妹与荆襄三郡一并送还，盼两家重结盟好，共灭曹丕，望陛下思之。当年孙权为了夺取荆州，将小妹嫁给我，现在为了保全江东，又想将小妹送来。朕让你告诉他，晚了。无论是小妹还是荆州，朕无需他送，朕自己会取。陛下本是汉帝皇叔，曹丕弑君篡汉，陛下不思剿除，却屈万乘之尊率兵伐吴，这实在是舍大义而救小利耳。江东不过是海内之地，而两都却是汉族庙台之本。陛下不居两都，却兵止江东，实乃弃众而取轻也。还我二弟三弟的命来吗？杀弟之仇不共戴天，想要我罢兵出死方休。陛下，你就不怕曹丕乘势用兵，使蜀吴两家玉石俱焚？在丞相的面子上，我先斩你的头。回去告诉孙权，令他率领江东百官来向我请降。
母亲，刘备拒绝哥哥了。是。那么，两家的血债不可避免了。只怕比当年赤壁之战还要血腥。一头是我的哥哥，一头是我的夫君，女儿的心被这两个男人剖成两半了。女儿啊，母亲，对不起你呀、啊！我恨刘备，我恨透他了。那一天，我真该一剑杀了他。真的吗？女儿，生不如死啊。与天地同寿，与天。